哎，男神怎么受伤了？眼里还噙着泪，赶紧给你冰敷一下。步骤错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个棒棒糖啊？是给你糖吗？小飞棍奶。哇塞，心情一下就变好了。不怕不怕，我会下手轻一点的。先拿冰袋敷一下你的脸，脸可是最重要的。我瞬间就变好看了。再敷一下你的胳膊，这边也要敷一下，好像干净了一点。然后再用碘伏吗？哦，不对，这里还有双氧水，试一下呢。我是要用这个吗？它是有那种杀菌的作用吗？感觉颜色又淡了。这也涂一下，然后这是放大了，光碘伏吗？你这个伤口也太深了吧，这怎么弄的呀？给它涂匀，现在已经看不到它的伤口了。这是恢复了吗？还有软膏，涂一下呢。这种是不是那种去疤作用的呀？千万不要留下伤口呀。然后这个棉签给它涂匀，还有创可贴，是直接给它贴上去吗？哎，这是个太阳花哦，这是一个什么啊？小猪，精致的猪猪男孩，每个创可贴都不一样，这样就好啦。谢谢你，不用谢，下次不要再受伤啦。